PK 赛季平民玩家黑科技队伍推荐。第一队替补从军枪，这队的爆发非常的高啊，裸衣绕云不怕缴械以及各种控制，保证了队伍的输出下限。全队携带高频率的战法，更好的触发官妹的震慑效果，实战下来效果非常的不错。白板出门基本能做到一换一、一换二，就算打不过也要扒对面2000战功再回家。第二队三四官妹儿，17域快速成型，知道三四阵加成的官妹啊，大招发动概率高达恐怖的76%，配合夏侯渊以及太史慈的高频率输出，震慑效果触发非常快，就算对面是藤甲兵也可以一兵种直接干翻。第三队暴奶甘霖弓，甘霖点出乐赛耗时，配合锦白区加草船借箭，能打又能奶，锤马超的胜率非常的高啊，就算对面是满红马超也丝毫不会虚。第四队躺平枪，之前的视频有对这队做过详细的介绍，大家可以抽空看一下，适合游戏时间不多的躺平玩家使用，打击面非常的广，当然也同样拥有杀马超的能力。大家还有什么平民黑科技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分享讨论。